你知道我们花时间生气也是会变得更老啊，不如这个时候能让自己好一点。女生只要吃到酸酸甜甜的，心情会好。金黄苹果跟水蜜桃的味道仿佛让你回到初恋的滋味。我最近有发现一个东西很好吃，就这个 TK 双胶饮。通常如果越爱抱怨越爱生气的女孩们请注意，现在拿起手机打开自拍镜头，你是不是细纹特别多，该凹的地方也凹了，因为你每天都在那种皱眉头啊，或者在你知道就这种心情上面。我们本来就要补充胶原蛋白，它会一直流失，尤其是女生到了25岁，就你知道那个流失的速度很快。这个呢我自己很喜欢，是因为第一它口感超好，你知道女生只要吃到酸酸甜甜的心情会好，而且我都会这样子诱拐他们说，哎，你不觉得这个金黄苹果跟水蜜桃的味道酸酸甜甜的仿佛让你回到初恋的滋味，还记得那初恋的滋味吗？你遇到你老公那一瞬间悸动的感觉，是不是有一点点被回来了？回来了那种感觉。所以它这个口感非常非常的好，而且你不要光看，男生也要吃，男生也会老啊，男生也会垮啊，男生也会松啊。还有最重要的是，你不能一直期望你的老婆变漂亮，而你自己变老头子，这样大家站在一起，以后人家会以为你老婆是你女儿嘞，对不对？最重要的是它这次是这个减糖的这个功效，就是它不会胖，因为它只有0.9%，这个糖分非常非常低，但是口感一样很好，我觉得这是最棒的。因为以前很多时候我们喝市面上的一些胶原蛋白，其实就是好甜好甜，有时候一喝完想要赶快喝水，有没有？但这款我觉得是它的味道非常非常好，大家的接受度都很高。另外呢，我刚刚讲除了说胶原蛋白要跟维他命 C 一定要在一起，这个不用讨论，这两个一定是要紧紧相系。它里面的这个是德国专利的胶原蛋白，以及另外有个 NAG 的这个所谓玻尿酸的前驱物，它可以等于在帮我们合成我们的这个玻尿酸的速度是更加快的。那也因为这样子，它的喝起来的感觉除了只是口感好，真的就是你知道亮度是骗不了人，皮肤亮看起来就年轻，你脸上是要苹果光，不是老人光，好不好？有老人光这东西吗？有些人灰灰的，暗沉灰灰的，你怎么觉得他脸上永远都隔一层纱，或者是以为开了柔焦是手机有问题？是因为他的皮肤没有亮度，因为皮肤一亮整个人状况就会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对，所以现在如果我们一天喝一包还来得及吗？当然来得及啊，早上空腹的时候喝一包，然后睡前再喝一包，对，是这一条就能够达到你需要的，比如说你想要有烹饪的感觉，你想要有光泽度，皮肤要有滑嫩感，对，这个很重要，而且它真的好好喝，对，好喝，真的好好，因为一般喝会有这种胶原蛋白喝会感觉会有一种腥味，这个完全没有，而且有的人甜是那种你吃起来很化学的甜，这个也不会。你们可能有些时候工作需要，可能知道你过几天有一些什么重要的场合，你就是睡前在空腹再多喝一包。第一个是上妆很贴，你不用上很多的粉，因为它就是自然的亮度，然后它最棒的是，就是连孕妇都可以喝。Amy 也可以喝，没问题的。对，像喝了就跟老师一样自带苹果光。对，你现在皮肤还是很亮啊，妈。对，谢谢，多喝这个。